城房税 2.0 预计今年7月1号上路，财政部今天预告房屋税差别税率的参考基准，建商预估一年内未销售税率 2%， 超过一年两年以内税率 2.4%， 超过五年的话将会适用最高税率 4.8%。 全国仅持有一户的房屋税率降为 1%， 但是另有排付条款，高价的豪宅不适用，大约有312.5万户受惠。至于一般非自住的税率，全台分直辖市和非直辖市两大区块，六都的税率最低是3.2%，两户以内适用，而六都以外的最低税率是2.6%。